尽管，爹始终都没机会跟你说说话，我是做爹的，真是惭愧，连爹的样子都画不出来，做爹真是对不起你。 我甚至不晓得你喜欢画画，我甚至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你怎么得上这病。 爹常年行军在外。 慧啊，你先回房去吧，让我跟这个孩子谈谈啊。娘，这孩子脾气倔，我怕你跟他说没两句话就交给气上。哎呦，他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啊，不是跟他爹一个性子啊。没关系了，不会有事儿的，你先去啊。 还得生你爹的气啊！奶奶，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啊？是啊，这么晚了，你爹也没休息呢，他还在你们房间惦记着连静呢。连静都过世了一个月了，他才回来，现在待在房里又有什么用？我永远忘不了连静临终前见不到爹的失望模样。 他现在这个样子做，只不过让自己好过一点罢了。话不能这么说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到长城去打鬼子，他就是想回来也回不来呀。唉，你爹这大半辈子都想办法让老百姓好过，怎么就偏偏你要让他难过呢？奶奶。 不是我让爹难过，是爹选择让我们这个家难过。从小，我，连静、连云，开心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在哪儿？奶奶和娘，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他又在哪儿？他都不把我们放在心上了，我又何必管他好不好过呢？我知道。 你是怪你爹常年的治军在外，没有照顾好这个家，可是没有国了，咱们都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到时候你就怪你爹没有好好的保卫这个国家尽一份军人的责任呢。奶奶，您说这是覆巢之下无完卵，这道理我不是不懂，只是我觉得难受。 不想接受，为什么偏偏是咱们家的爹呢？不错，他不
仅是你们的爹，也是奶奶仅剩的儿子，是你娘唯一的丈夫。你以为咱们当初就是心甘情愿要忍受这个与至亲一年见不到几次面的空虚跟寂寞吗？每当我一听到你爹爹要出征，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一直等他平安的归来，我才能放下这颗悬着的心。奶奶，这些年您一定不好过吧？对不起，是我太不懂事了。连真啊，我们生在这个战乱的时代，我们务必要学会的就是要以国为重，这是一种无奈，可是也是一个希望啊。希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国家，这样你跟你的子孙就不会像你跟你爹一样的失去那个永远没有办法找回来的天伦之乐。连姐，你爸爸在外面拼命，不就是为了带给你们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吗？奶奶，我懂了，我真的懂了。伟国到底是去哪里了？找爷爷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消息，真的是急死人了。哥，我们要不要去找找看？好，回来了，少爷，我回来了。怎么样，伟国，你找到我爷爷没有？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老爷失踪了这么多天，到底跑哪去了？不好了，不好了，杜老板被日军特务抓走了。什么？可恶的鬼子！我今天要是没有给他们一点点瞧瞧，我就不姓杜。杜俊，哥，你不要拦我。要去也是大哥跟你一起去。好，我们就带着大刀去剁日本鬼子的脑袋。你们可怎么样也挡不住鬼子的枪杆子啊！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爷爷，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不成，若是让老爷知道我让你们白白送命，肯定饶不了我。这样吧，我现在就去通知张将军。对了，咱们今晚了张将军，所以千万别冲动，我现在就去请他帮忙，你们等我消息好不好？伟国，麻烦你跑这一趟了。一点都不麻烦，我这就去。如果伟国这次再没有消息，我们就用有鱼塘的大刀剁掉那些鬼子。对，你的游击队到底还有多少人？分别都潜伏在什么地方？快说，别害我装糊涂。说，我们的游击队人多了。
问你，游击队，你跟我装糊涂。这把大刀，你就赖不掉了吧？你既然敢帮张作忠打造大刀，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警告你，趁我还有耐心在这跟你耗的时候，快点说。是我打的，是我的光荣，我干嘛要来？那好，那就让我看看是你做的大盗印还是你的骨头印。知道疼吗？到底说不说？是不是我一刀坑死你？你要砍就砍了，这些狗杂碎，以为真的能侵占中国吗？别痴人说梦了。我告诉你，中国还有千千万万比我还不怕死的人等着你。就算不饿也得吃一点嘛，否则哪有精神读书呢？我叫他去。不用了。